今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啊，国内旅游火爆，全面超越疫情前的2019年。这离不开这些年国内生态环境的巨变，走遍祖国大地啊，蓝天白云、水清、生态美的景象几乎无处不在。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场席卷中国的绿色革命，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影响整个世界。众所周知啊，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，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给人类生态环境带来重创，他们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。所以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文书中早就确立一条原则，也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。也就是说，所有国家都有责任，但西方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。然而，多数西方国家迄今还没有履行他们的责任。受商业利益等众多因素的掣肘，再加上俄乌冲突爆发带来的能源价格飙涨，许多西方国家开始重启了之前被关停的煤电等设施，而指望西方国家兑现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资金承诺，更是难乎其难。这本身也是西方国家今天啊信誉江河日下的再一次表现。正如丁钟礼院士2年前所预测的，西方国家就在放空炮，你以为他们会真的会减排吗？咱们走着瞧，只有中国才会这样做。果真啊，西方国家今天纷纷从原来的减排立场大幅后退。英国内政大臣布雷弗曼不久前接受采访时，甚至大言不惭地说："我们不会通过让英国人民破产来拯救地球。"曾几何时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从环保的角度攻击中国，指责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过高，造成全球气候变暖。但去年8月，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刊发了一篇挺有意思的文章，提出西方正在错过中国发生的一切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令人震惊的绿色革命。这样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如今的自然环境，还对世界经济领域造成巨大的影响。确实，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，中华民族素有天人合一的理念，尊重自然、保护自然、生生不息、繁衍发展，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底蕴所在。但我们也要承认，一度啊，为了加速国家的工业化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，我们也付出过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。但一旦觉醒过来，我们的纠错能力及其背后的文明底蕴也是举世罕见的。早在2005年8月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浙江安吉进行调研，得知那里关闭了造成污染的矿区，决心走绿色发展之路，他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之后呢，又在浙江日报撰文，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，兼具社会的和谐，通俗的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，又要金山银山。担任总书记后，习近平又相当完整提出自己的生态文明思想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引领的这场绿色革命至少有3个鲜明的特点：一是思想引领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导下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的国家。中国把良好生态环境看作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，力争使百姓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有更多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我们既要为当代发展谋，也要为子孙万代计，以确保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，建设人与自然真正和谐共生的现代化。二是统筹规划，我们综合考虑全局与局部、当前和长远、发展和保护等一系列的辩证关系，统筹人口分布、经济布局、国土利用、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，整体谋划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的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。我们聚焦优化3大空间布局，也就是农产品主要的生产区、重点生态功能区，还有城市化的地区，这种空间布局巩固了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生态安全，也就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、黄河生态区、长江生态区、
东北森林带，北方防沙带，南方丘陵山地带，海岸带等等。我们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，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同时呢，我们大力推进能源的绿色革命和产业的绿色革命，全力推进光伏、风能、核能的占比，推进新能源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。三是扎实推进，有了理念和规划，接下来就是行动。我们生态环境的短板在一块块补上，我们在森林、湿地、海洋这几大生态系统的保护都取得突出成果，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治理全面展开。2013年至今，全国共完成造林约7.8亿亩，我国绿色版图扩大规模领先全球，以全国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已经建立，河长制、湖长制已经全面落实，一条条江河、一个个湖泊都有专属守护者。截至2021年底，已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，占国土面积约17%以上，90%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和74%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。从2012年到2021年，中国城市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原来的11.8平方米提高到14.78平方米，同时绿色宜居的和美乡村建设已经成为推进中国乡村振兴的新引擎。在光伏、风能、新能源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内，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，中国均处全球领先的地位。中国于今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，这是一个改变世界工业化历史的里程碑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是世界新能源汽车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，已连续8年产销量保持世界第一。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，从跟随者变成领跑者，正引领着波澜壮阔的全球新能源汽车革命。我继续引述前面这个澳大利亚媒体这篇文章，他这样写道：多年来啊，西方反对采取有效气候行动的人一直拿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当借口，比方说特朗普2017年就退出巴黎协定，他说中国要新建数百座燃煤工厂。根据这份协议呢，美国不能建造工厂，但中国可以建造。这文章说，但中国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的成果确实令人震惊。他说，去年美国夸口说新建了约30千兆瓦的可再生能源，但中国已经新建了180千兆瓦。2021年，中国就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新建总量的46%。文章提到，中国正在推进绿色“一带一路”。中国领导人宣布，中国将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绿色低碳能源。中国牵头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中已经不再有火电投资了。随着中国生态文明的推进，我们整个国家每天都在发生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，蓝天白云水清日益成为常态。应该说，我们自己啊，既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者，也是生态文明的最大的受益者。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毛泽东主席的诗句：春风杨柳万千条，绿意神州尽舜尧。就世界范围而言，坦率地讲，就像反贫困一样，中国消除的贫困占世界总数近80%。换言之，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，世界贫困的总数恐怕是增加而不是减少的。同样，如果没有中国对全球绿色革命的贡献，全球生态保护恐怕也将是负增长。中国模式拒绝空谈误国，也拒绝西方模式空谈误全球。中国绿色革命的意义及其影响，包括思想引领、统筹规划、扎实推进等特点，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深远。